伊拉克星期六又发生袭击，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巴格达炸死近50名什叶派朝圣者，当时这一批朝圣者正前往一个著名的什叶派圣地。在星期六较早时候，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巴拉德的一个咖啡厅内引爆炸药，炸死12人。七个星期前，在巴格达以北80公里处这个城市的同一个咖啡厅发生同样爆炸，炸死最少16人。